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哗啦当当当雀球第三天待战港的七七团雀迷迷糊糊的三角阵型活动攻略。雀雀球活动第五关，把绿色发射到两个球中间，用冲击波推出去，力度小一点就行。红球可以把对方的球粘住，带出红框。这次力度大一点，最后一个黄球向着白球的右侧发射，第六关，用红球把两个球分别粘到左右上角的红框，用一半左右的力就行。剩下两个球也发射进红框，用力比刚才稍微小点。方向歪了，不过18分就能拿满，问题不大。